Thank you.
羞的你，对，还是轻点讲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轻点讲可以吗？要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好不是看主持人，要看看下前面的情况。不要抖，你们要学习把你们的笑声从冲突这边慢慢往绝命毒师的方向去摆，这样的话快点，快点，你就享受这种状态。还有什么祝福你们？